我是矿山姑娘永晴，今天咱们来到了墨西沙敞口啊。今天的话刚好赶到公司家快下班的时间来到啊，给你看一下，我身后都是人山人海啊，他们都集中在这个入口的地方啊，就为了第一个冲进去，然后找好的翡翠，捡到好的肉啊。来，把摄像头给我吧，带大家逛一圈吧。那看到没有，什么人群都有啊！我现在在那，这里山坡上来了一伙人，看到吗？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个入口的地方啊，那还有这里啊，这些大哥们也是来了，陆陆续续的再走过来，看到没有？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，前面的话就不能进去了，因为那些有把守的人呀、啊、把守的人的话他们不让拍呀、啊、不让拍视频，就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视频吧。墨西沙的十万大金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看过这个场景吧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来走进去靠近一点看看吧，咱们就那看到没有，人山人海啊，就为了抢在第一个跑下去，第一个冲下去啊！待会呢带大家，我也要冲进去啊，因为我也要进去捡漏啊，所以说待会呢带大家冲进去，跟着我的脚步啊，不要离开我的视频哦。待会的话会给你们看那种十万大金冲下去的那种场景啊，马上就要冲啊，看到没有？那些人都蠢蠢欲动啊，蠢蠢欲动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这普通话不标准啊。那看到没有，那来看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呢，来到那边给大家看一下来的人。那这些都是啊扛枪抬炮的人啊，一堆的，看到没有，这边来的人是最多的，因为往常他们也是从这里来的，从这里上来的人比较多，看到没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多人，到处都是啊，红子这些也是。那看到没有？人太多了。哎呀，都影响不到啊！我给大家过。墨西沙敞口为什么人多呢？知道吗？因为它是百年老敞口啊，百年种水王之敞口，所以说来的人特别特别多啊。因为现在墨西沙已经挖到最底层了，所以说高货这两天增增增的出啊，就是很频繁啊，出的很多，货很多，看到没有？那这群老哥来的早的呢，就在这种小卖铺上小娱乐一下，四面八方都是人，看到吗？那还有那边那座山，来我走过去拉大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不只是这边，可以说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人啊，都有人群在集中啊，就为了冲第一位，看到没有？喏，这个山坡上也有一群人，看到没有？他们也是等着公司家下班冲进去啊。那那边还有几个啊？那边的话也是要从这边上来才可以下去啊，看到没有？墨西沙的十万大金啊！来，咱们去那边看看吧，来。到那边我去挤一挤，看能不能在第一位啊，去那边前面山坡上爬的人呀、啊，有的人已经准备好了冲下去了啊！看到没有？那些戴帽子的，等一下看到我要删我的视频了。来，先把它结束吧，待会再带大家看吧。来，我是矿山姑娘永晴，喜欢我的待会记得关注我哦，带大家冲下去，咱们也冲个第一位，到时候呢去找一个好一点的那种高货啊！再见。
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